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盛恩。今天呢，没有要教学，也没有要开箱，今天来跟各位测试一把新的吉他。这把吉他呢是美国的牌子，叫 T-Tone， 它的型号是 STS105NT12。这个12就代表它是一把12弦的吉他。不知道各位对12弦吉他够不够了解？它基本上就是在每一根弦的正上方加一根细的弦，那这个细的弦调成它的高八度音。那唯有一二弦是同样粗细的弦，音高也是一样。好，那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它的规格。首先，它的面板是单板的，是红杉木的单板。那侧背板呢是桃花心木的，它的琴颈也是桃花心木的。那指板是玫瑰木的。上旋枕跟下旋枕分别都是牛骨的材质。那上旋枕的宽度是43厘米。那有效弦长呢，从上旋枕到下旋枕是648厘米。那它的格数呢是21格。琴身跟琴颈的这个中间衔接的地方呢是这个 dovetail 的，就是所谓的燕尾式的衔接接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要来实际弹奏这把吉他给各位听咯。以上就是今天这把 T-Tone STS105NT12 这把12弦吉他的测试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呢，欢迎在下面按赞加订阅，也请到我的 Facebook 专页帮我按个赞，谢谢大家。